原本就算对赌失败了，他们努努力也可以把中庭的股份给赎回的，可以把川白楼的流水翻了几倍，水涨船高，估值翻倍，现在再想赎回是不可能的了。其实人都是需要外力去推一把的，将来再回头看，他们会感谢中庭集团的。 你们非得要现在收购川白楼？你的意思是，顾大鹏现在生病了，我是趁人之危？是，我就是觉得你们趁人之危了。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时间都不会停止的。人要审时度势，总要往前看的。刘思远，你现在说话的样子，跟梁清然越来越像。 等了这么久，就是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。现在这个机会等到了，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，成为更好的人。刘思远，你的欲望就在你的头顶，你够不到的，但你又活在他的阴影里。你为了得到他，想踩到别人身上，你在我这儿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 我都可以，但别人不一样，别人不会任你踩在脚下的。我告诉你，川白楼已经跟郭先生签了10年的合同，你们不会得逞。陆真真，你什么时候从我身边站到我的对立面了？目的地一致的人，才能够一起往前走。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分手吗？你不要这么看着我，被你这么一看，我好像做了很错的坏事，要被世界抛弃。刚才你装的挺好的，他们看不出来。 是吧？我确实已经很熟练，一般很少露出马脚的，是吗？好。 梁总，川白楼已经和郭老先生签了10年的合同，是我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。你自以为是的好心，打草惊蛇了。那你觉得？我觉得什么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结果。
来，一起唱，一起唱，一起唱，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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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学会了。你被解雇了。你被解雇了。你过来说，过来说。陈东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形势真的很严峻。我了解刘思源，只要他想做到的事情，他想方设法都会做到的。这场对赌他不可能让你赢的，你输了对赌就会触发股份回购，你拿什么回购中庭的股份？到时候川白楼会被清算的。这是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会解决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知道你是不想连累我，但我告诉你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对不起，陈东，刘思源他太过分了，我代他跟你道歉。不需要。你代表不了他。上班了，陆经理。本来已经胜券在握了，没想到被别人反将了一军。听说高新区的项目设计师和你闹掰了。不是闹掰了，是我把他给开了。都觉得梁欣然喜欢控制，但你不得不承认啊，要是没有他的控制，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。川白楼现在谈结果为时尚早吧？早吗？也许吧，只是我这个人呢，说话不像别人，拐弯抹角的。是不是风火轮踩多了，不会转弯了？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狼性文化嘛，互相看不惯，还要互相激励，互相配合。谢谢你的提携，我习惯了。习惯了就好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是心口不一，嘴上跟我说不要，自己还偷偷研究这些高档食材。尝尝。嗯，好吃。你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龙虾。你这菜叫什么名字？没有名字，你这么喜欢你来切。在问我吗？你今天这么配合我，我有命名权了。那我要给他起一个无可挑剔的名字，叫龙虾双吃。不行，太土了，又龙又虾太丧了，叫耳光龙虾好不好？
就有人打了你耳光，哎，但是你还是舍不得放下筷子，因为龙虾太好吃了。你坐下慢慢想。以前的事儿，对不起啊。怪不得最近态度变得这么好。陈东，我最后一次告诉你啊，我是心甘情愿留在川白楼的，我永远不会走。你要是再逼我走，你就是欺负我。我永远不会欺负你。你说的。吃吧。你没想好叫什么名字？瞎吃，瞎看，瞎想，瞎琢磨，瞎掰，下到半上你给吃完了。你看看你，你刚说了不再欺负我，吃了几块虾你就不干了。我是他老板，有锅我来背。你放心吧，我也解决的。梁小姐，饭好了，该吃饭了哈。哎，你怎么不吃菜你就先喝酒哦？这样子容易醉的。来来来，先吃点菜啊。经过调查，郭老先生在那条街上一共有四套房产，只有川白楼一家不连号。我们已经买下了和其他三家连号的一处商铺，准备和郭老先生交换川白楼的产权。这样他手里的四套房产都可以连起来，要是未来想一起出售的话，价格会更高，我们也可以拿到川白楼，一举两得。不过说实话，已经花了这么多钱，希望能够行得通。当你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，就把退路堵上，让自己破釜沉舟，终能险胜。郭老，您在那条马路上的门牌号码我们帮您都给连起来了，从26号到29号，现在全部在您的名下，产权清晰，这份是委托书。为了让我放弃23号，您是下了大功夫啊。您常年在这边，成都的产业都交给您弟弟管，门牌号分散，未来发展升值空间不会很大。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个教训。我让你失望了。都是人，都是这么走过来的。我15岁就出来打工了，太知道那句文采你是什么意思，太知道一定要赚到钱才有饭吃的那种生活是怎么样。所以思源，人总是要被逼着做一些超出自己范围的事情，才能获得超出自己期待的成就。就像你对弗兰克说的，凤凰浴火涅槃，要先死后生。你没让我失望。所以我是待字立功了。那你女朋友那边呢？怎么样？暂时先不联络，大家冷静一下。后悔吗？喂，咩啊？边间医院啊？我搬到医学了。
位家属跟我过嚟办理下死亡证明啊，过嚟领遗体就可以联系火葬场。我去啊，家属请慢。要不我去吧，帮我看着我。想订啲金银衣纸同花圈，听日做仪式，价钱要最贵嘅。公司的事你定好？放心吧，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就吵得跟俩不一样。请问顾大鹏先生在吗？您找他什么事儿吗？我是瑞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们是代表郭勤明先生来处理这里的房产问题。这房子不是郭勤瑞先生的吗？郭勤瑞先生只是替他哥哥代为管理，现在郭勤明先生已经将这里的房产出售给了中庭集团，这是合同。他也是想帮忙，但房子毕竟是他们哥的，都是我不好。本来以为签个十年的租房合同都没事了，结果房子还是没保住。哼，那咋办呢？我们干脆就投降。投什么降啊？投也得打得爬不起来再投。好事情越快解决越好，坏事情越拖越好，拖到拖到，坏事就变好事了。你拖得起吗？你自己开个店嘛，你也应该有自己的店。三百楼就是我的店，你答应给我的，不能赖账。钱取好了，谢谢。陪你一起上去吧。哎，而家几点啊？衣纸都烧完咯，清源仲未到嘅，佢又怕走咗，佢喺度忙紧乜嘢啊？可能忙紧赚钱咯，佢真系个工作狂嚟噶。他又不结婚，仔都冇噶。佢阿爸真系走都走得唔安乐。系咯，又不结婚生仔，咁样好容易变成天煞孤星噶。男人都容易俾佢吓走啦。没用的，真系骗得你一时，那以后呢？几冷清先得。没必要理会这些风凉话的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。他们只是为我着急，没有而已。我也没有往心里去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人欺负你。够了，请你来了。请你来了。哎，识得来了吗？青言，你冇咗爸爸啦。青言，你想喊就喊出嚟啦。唔好屈住啦！
哎，那衣柜里那些包怎么都没了？卖了。没什么事卖包干嘛呀？你不是不愿意借钱吗？我可以卖包套现呀。曼婷，您闹也要有个度啊。我怎么跟你闹了？那包不是我给你买的吗？对，你给我买的就是我的呀。现在我只是卖几个包，那不够呢，我还得卖车卖首饰，最后还是不够，我只能卖房子呢。舍不得了，舍不得咱俩就算了呗。上哪儿啊？管着吗？阿爸前几日仲话要去跑马拉松。系啊，佢走得太突然啦。唉，人就系咁噶啦，好化学噶。你阿爸走嗰阵仲喺度闭翳，点解个女仲未揾到爱佢嘅人啊？阿爸唔会讲呢啲嘢咯。钱呢搵得差唔多就够噶啦，系时候结婚生仔啦。你成四廿几岁人啦，再唔生，唔通以后想做天煞孤星啊？你放心啦，有钱嘅老人家都可以过得好好嘅，又冇后辈。去贪我啲钱，你讲嘢唔使咁刻薄。我唔系你敌人，系你阿妈。我知道你怪我唔帮住你，样样嘢都考虑其他人先。你自细好懂事又独立，样样嘢都做得好好。但系你啲细佬妹佢哋。他们一个二个真的不似得你这么本事的。正所谓一家人帮得几多就得几多啦。我给这么多钱你，你是不是都给了他们了？一直都说要搬新屋，到现在都还没搬的。以前你阿爸话唔舍得咁多年旧街坊，其实系唔舍得使咁多钱。而家嚟换屋，我惊你阿爸唔识路翻屋企。你果然在这儿。我妈告诉你的。她跟我说你以前经常和你爸来这里跑步，所以我来碰碰运气。走吧，这里风大，陪你到其他地方。你先带上。我小时候不会系鞋带，我爸就给我系。他说路很长，如果中途鞋带松了会跌倒的。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，遇到什么难事总会想起我爸这句话，想起他帮我系鞋带的样子。Thank you.
你有一个好爸爸。他已经不在。我懂你的感受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爸也走了。他以前在一家大公司当会计，做了很多的担保。后来公司出事了，他的上级就把坏账赖在了他的头上。我爸这个人呢，为人很清高，又从不站队。他经受不住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就。他走的时候很突然，只留下了这枚印章，连一个口信都没有。这一切事情就像做梦一样，我当时好像也没有哭，我脑子里就在想，我要撑起这个家，我要照顾好妈。看不出来你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我和你一样，习惯隐藏情绪。这件事情，我从来没跟别人讲过。只要你心里还有他，去怀念他。他就永远都在。我去哪儿，你也要去哪儿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，我会对你负责。成都不是终点，但我是你的归宿。吴真真，你什么时候从我身边站到我的对立面了？目的地一致的人才能够一起往前走。还是为你房间睡吧，我不喜欢跟别人睡同一张床。
白楼的收购已经胜券在握。虽然川白楼现在人心惶惶，但还是要抓紧行动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给你订了10点的机票回成都。我知道了。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要处理。好啊。有件事我希望你明白，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工作就是工作，工作之内不谈感情的。明白。深圳是深圳，成都是成都。80元啦，俾晒钱啦。唔该晒啊，老公找钱啦。我想食啲海啊。我冇买俾你咯。好啊。嗱，唔该啊，唔该。我先喺度买。妈。你几时开始又食翻烟噶？你老豆仲喺度嗰阵，成日暗沉我食烟。结果你睇下，而家边个走先啊？边度话得埋噶？咁辛苦就唔好做啦。做咗咁多年惯噶啦，一个人喺屋企，想搵人倾下偈都冇。咪仲辛苦，今次走咗几时先翻嚟啊？唉，成都都冇海嘅，想食海鲜都冇得食。而家电商发达，想食咩都可以买到啦。唉，你搵几多钱都带唔到落棺材嘅，有咩用？妈。我做错咗一件事，我觉得我会受到好大嘅惩罚。咩事啊？
妈都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揾食好不容易，一定是受了很多委屈的，所以我才想你快点有头家。嗯，知道了。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阿爸？阿爸说他是整个街市最帅仔的。那阵时呢，我刚来到深圳，收走人假银子，被老细闹到一面皮，系都要我赔钱。我当时觉得好冤枉，好想喊，又怕人笑我。你阿爸走过来说，想喊就喊啦，唔好哭坏啊！几大件事，喊咗出嚟就会好噶啦。我伏喺你阿爸个膊头，痛痛快快喊咗一餐。然后呢？然后你阿爸拔我去对面吃了碗鱼蛋粉，跟着就有了你咯。行了，陪阿妈再去吃碗鱼蛋粉。梁小姐，梁小姐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叫葱菜，我们四川人呐最喜欢吃的。哪搞来的？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好吃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葱菜，嘿。那个性格蔫巴的人他是做不出来的，但是我做的葱菜啊，它就是特别的醋。我每次把那个青菜一买回来啊，我给它洗干净了以后，我就用那个一点儿都不要油的铁锅，就把这个切碎了的青菜我就一阵给它狂炒。哦对了，这个环节最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不能把它炒死了，你要是把它炒死了，它就跟人一样，那个蔫了吧唧的，它就没有骨气了，他就失去了这个释放冲气的能力。然后啊，就要趁热赶快把它舀到那个大碗里面，用个保鲜膜给它一包，等到第二天早上你给它一打开，哦哟，那个冲气儿哦，直接冲到你的这个头顶上，然后那个眼流花呢，就像你现在这样子，你不想流它都不得行，是吗？当然是啊。哎，牙根哎呀，要哭一起哭啊！是光，那样疼。
中三菜一汤，来来去去雨雪风霜，燕子淋湿翅膀，城市的星光今夜不明亮。最需要你的时光，你总是会在我的身旁，从不会少我筷子一双。是永远的礼物，我眼中的你和你眼中的我都让我不再忙碌，让我们一直互相守护。星光今夜不明亮，最需要你的时光，你总是会在我的身旁，从不会少我筷子一双。有缘将醋同甘共苦，呼吸微笑眼泪一起共度，身旁的你送给我的勇气，与此心事永远的